这是华为 Mate 40 Pro， 这是华为的年度旗舰。在知道了这款产品的参数后，我想的是，啥？又是瀑布屏？啥？又是长挖孔？啥？背面长这样？啥？120赫兹都没上？年度旗舰，就这？但在真正上手使用了一周以后，我发现之前的云体验被我自己推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YK。当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 Mate 40系列的背部设计时，我的第一冲动是，但转念一想，我们都经历了 Mate 20的浴霸设计和 Mate 30的奥利奥设计，避免打脸，还是拿到真机以后再说吧。上手 Mate 40 Pro 的真机后，不得不说，这个背部圆环设计的辨识度依旧拉满，隔老远就能让人看出来你用的到底是啥。而且啊，华为旗舰机的做工和质感一直很优秀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帮助消费者去更好的接受这种辨识度更高的设计。今年的 ID 设计值得细品品。我手中这款是蜜银色，这个颜色在室外的光线下要比在室内好看很多，是一个很吃光线的颜色。我最喜欢的依旧是更加纯净的釉白色，这是 Mate 40 Pro 里我最推荐的颜色，高端极具品质感，还不怎么显指纹。好的设计是让产品爱好者能够在不使用它时愿意把玩端详。手机正面 Mate 40 Pro 依旧保留了瀑布屏设计，但是比较好的是这代回归了实田键，操控上肯定是要比上一代更加高效，使用门槛也更低。对于瀑布屏或者说对于大弧度的曲屏，说实话我一直不太感冒。颜值在我这儿没毛病，辨识度也足够高，但会影响实用性。一方面会造成边缘显示内容的形变，还会导致边缘有略微的色散。这个设计在我看来是牺牲了实用性硬撑颜值的选择，可能在众多机型中会增加辨识度，但是长期使用的话，我还是会更倾向于微微曲的屏幕。 Mate 40 Pro 的正面还有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长挖孔，这也是很多人吐槽不解，甚至表示华为是为了辨识度所做的牺牲。我刚开始也会有这种感觉，因为单从美观的角度讲，单挖孔怎么都比长挖孔好看吧。华为为了美观能去采用瀑布屏，怎么到了挖孔上却选择了这种更影响视觉效果的长挖孔呢？不过在我体验了 Mate 40 Pro 这个长挖孔的种种附加功能以后，我不仅不再吐槽这个长挖孔了，我甚至还想说一句，华为牛逼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首先要明确一点啊，在现在的智能手机上，我们要评价一个设计，一定要结合功能性。以苹果为例，如果现在的 iPhone 没有结构光，我是接受不了这个宽刘海的，但是它有，那我就觉得这个宽刘海我完全能够接受。 Mate 40 Pro 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如果这个长挖孔里只给我塞了一个广角自拍什么的，倒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吧，但我肯定不会买账的。而华为这一次真是在这个长挖孔里塞了不少功能，不仅有超广角自拍，还支持 3D 面容识别。大部分安卓机在使用面容支付的时候呢，屏幕亮度都会提高帮助识别，中间这个框里会出现的人脸提示你要对准，然后才能够顺利完成支付。不仅体验一般，而且我对安全性真的有点担心，因为我曾经戴着口罩也完成支付过。而 Mate 40 Pro 的面容支付体验则非常的好，没有屏幕亮度的提高，不需要刻意调整面部位置，暗光下也完全不影响识别，这个面容支付的体验和苹果的 Face ID 非常接近。其实光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很难再说这个长挖孔是鸡肋了，但别着急，还有。华为在发布会上展示过一个叫 EOD 的功能，大概就是眼睛瞅一眼屏幕，息屏显示就会出现。当时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场景演示的很美好啊，也很符合息屏显示真正的使用需求，但是这个功能很唬人啊，做不好就又是个鸡肋。不过你别说，华为做好了，做的还真挺好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日常我在办公桌上，我手机放在一边，可能是立着也可能是平放，当我专注于电脑办公的时候，我手机的息屏显示是不工作的，但当我扭头一看手机的时候，哎，一下就亮了。我再平放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现在我看电脑它灭了，然后一扭头看手机，哎，它又亮了。而且啊，这个功能还真的不是手机单纯的检测到物体移动，如果我用手在它屏幕面前晃悠，它是没有反应的，只有我把头扭过去，这个 EOD 才会开始工作。这个功能不错吧？别着急，还有，当我在外面买东西需要出示付款码支付的时候，我不需要再点开手机打开支付软件再调出付款码这么麻烦，只要手机亮屏对着扫码器直接怼过去就可以了。这个 3D 传感器会自动检测到有扫码器正在扫描它，然后自动唤醒付款码，直接完成付款，体验非常的顺畅。这个功能也很实用吧？别着急，还有。
如果手机放在桌面上，图库里显示照片的方向就会根据你人脸的方向来，无论你是哪一个角度看手机，都会自动调整为正对着你的方向。还有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信息是显示详情的，但有其他人在旁边时，信息是不显示详情的。还有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拍文件拍身份证的时候，很多手机的重力感应是不准确的，那很多时候我们拍出来的文档方向啊都得再调整一下，对吧？ Mate 40 Pro 也利用了长话孔里的传感器检测你人脸的方向，无论你手机怎么转都能够很快的检测到你想要拍摄的方向，出来的照片都是正的。以上这些功能我觉得都很实用了，这还不算什么隔空操作啊、注视不息屏啊等等等等，以上这些确实有一些功能在 Mate 30 Pro 上就已经实现了，但是昨天为了实现这个功能，我们需要宽刘海，而今天我们只需要长挖孔就可以了。当 Mate 40 Pro 这个长挖孔已经承载了这么多实用功能以后，各位觉得它到底算是槽点还是卖点？这个问题我就交给各位吧。 Mate 40 Pro 的外观就说这么多，这款产品的外观整体我是很喜欢的，不平吧我也能接受，因为今年我安卓主力机用的基本都是大曲面。长挖孔本来我都撸起袖子要吐槽了，结果它用功能性说服了我。不过重量这一点我还是要提一下，其实在同尺寸机型里， Mate 40 Pro 大概212克的重量，你也很难说它很沉了，这个尺寸今年有太多200克以上的机型。不过212克的重量搭配9.1毫米的厚度，这款产品肯定不能算轻薄，这点需要了解一下，有些压手是肯定的，能不能接受就因人而异了。对于华为的旗舰机来说，还有一个元器件我相信是大家最关心的，甚至比麒麟9000都更加关心，那就是屏幕。我手中这款 Mate 40 Pro 是256版本，搭载了一块2772x1344分辨率90赫兹刷新率的 OLED 屏幕，但我知道这些你们都不在乎，你们最在乎的对吧好，我们就看一眼。哎，舒服了。这块屏幕在我使用的过程中啊，确实没发现什么很能让我抱怨的地方。 Mate 40 Pro 出厂的屏幕设置是标准模式，色温要比关了原彩模式的 iPhone 12还暖那么一点点，大角度观看也没有明显的彩虹纹，也没有明显的偏色，这是一块我看起来挺满意的屏幕。是的，至于90赫兹到底够不够用的问题，这点在我上手视频里有说过。90赫兹相比于120赫兹有差距吗？当然有，我是一个对刷新率很敏感的用户，我能看出两者的区别。不过鉴于今年绝大部分厂商做的120赫兹都太将就了，经常在60和120之间反复横跳，再加上边际效应递减，目前华为采用一个稳定的90赫兹，我能接受。划重点啊，我不是说90赫兹比120赫兹好，而是基于目前大部分厂商做的120赫兹来看，90赫兹在目前真的可能是综合的体验和续航的最优解。那我平时会用手机看大量的视频，除了屏幕影响影音娱乐体验，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扬声器。 Mate 20 Pro 有双声器，但是效果一般， Mate 30 Pro 直接把双声器给我干掉了。到了 Mate 40 Pro 上，双声器不仅回来了，而且还弄了一个对称的，外放效果很棒，这点终于不再是华为旗舰的短板了。影像能力方面，哎呀，我感觉这部分又要流失观众了，我绝对不会摆出个样张然后放大缩小看细节，极限场景聊体验，我真不是这么用相机的。无论是我日常使用微单啊、摄影机啊这种专业设备，还是使用智能手机这种日常设备，我在乎的地方其实很相似。首先是一款设备的使用体验，取景框是否流畅，能否做到所见即所得，对焦够不够快，按下快门能不能尽快出片。至于照片本身，解析力在我这的排名真的不是很靠前，我更在乎白平衡是否准确，你别飘得太厉害，还有宽容度怎么样，这个很影响照片看起来舒不舒服。至于略微的紫边啊，放大5倍以后谁的楼更清楚一点啊，我真的不在乎。而 Mate 40 Pro 的成像能力怎么说呢，很华为，我再说直白点，硬实力很强，但在体验上依旧是差了那么一些。首先一点开相机就能够发现这个变焦竟然没有2倍，这点是真不应该，建议华为尽早加进来啊。1倍主摄等效是23毫米，5倍长焦等效大概是125毫米，这个跨度太大了，真的需要一个2倍或者3倍在中间做接力，现在竟然没有快捷键啊，需要慢慢滑动操作，那我觉得这个设定应该加上。一看取景框，分辨率还是不够高，
按下快门对焦不错，拍摄过程中也有等待提示。在呈现体验这块，华为不是完全没有进步的，比如取景器的延迟变小了，变焦时的卡顿情况也有所缓解，但提升空间还是很大。不过呢，体验上华为虽然不占优势，但成片啊，华为还是真的强。最直观的就是宽容度，无论是主摄还是广角， Mate 40 Pro 的自动 HDR 宽容度都要比 iPhone 12更好。华为在拍完照片进入相册的时候，照片会有一个明显的渐变，让消费者直观的看到，这方面的体验啊做的是很好啊，这个渐变的效果做的比苹果都好。白平衡方面呢，我体验下来华为整体是有进步的，尤其是城市夜景白平衡的表现不错，拍了很多张啊，很少再出现那种特别夸张的偏色，日常体验我认为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。白天的时候华为多少给我感觉会偏红那么一点点啊，不是特别影响观感，不过对比的时候能够发现，我这段时间到明年新潮来临，我的主力机都很可能是 Mate 40 Pro 加上 iPhone 12的，他们两个的相机啊互补性非常强，苹果胜在更好的拍摄体验和更准确的白平衡，华为胜在更广的焦段覆盖和大底进光量。其实啊，每次说到相机的时候我觉得都很无聊，就是现在这些旗舰机你们不要再总挑手机了，不光是华为、苹果、小米、 OPPO、 三星啊，大家都很努力了是吧，这些旗舰机真的足够让大家拍出好照片了。其实今年的手机相机除了长焦能力的明显提升，现在在过分的纠结白平衡、纠结解析力，那不如去纠结纠结自己的审美和构图，相机这方面就过吧。至于这款旗舰的性能表现，跑分的话大家应该都了解了，麒麟9000肯定是更高，尤其是 GPU 啊，直接堆到了24核 G78， 官方宣称比高通865 Plus 快了52%。当然了，这个就像苹果表示 A14 比 A13 快了多少多少一样，目前这个阶段真的几乎没有人能够用出来。如果你想体现差距，那不同平台的跑分反而是最能体现差异的场景了。日常使用下来，我最常用的 B 站啊、微博啊、微信啊，麒麟9000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它的90赫兹优化的也非常棒，像王者荣耀这种级别的手游呢也看不出来什么区别。所以我直接测了一下目前非常吃性能的手游原神，看看搭载高通865 Plus 并且调度一直比较激进的一加和华为 Mate 40 Pro 到底有什么区别。游戏里我把帧率开到了60，不管有用没用，所有特效都开到最高。一加 8T 一进游戏刚开始表现还不错，虽然没有满帧运行吧，但基本都在55帧左右啊。但玩着玩着其实也就3分多钟，帧率已经开始有明显的下降了，很难再冲到50帧，经常在45帧左右晃悠。那经过过场动画以后会好一些，但再稍微玩一会儿又是50帧以下，最后的平均帧率是50.06帧，表现也算不错了，游戏体验还是很好的。而 Mate 40 Pro 一进游戏刚开始也是55帧60帧左右，然后到了3分钟进入战斗场景，华为并没有出现降频，甚至啊画出了一道很长的稳定满帧曲线，非常的好。当我刚想开吹一波的时候降频了，游戏卡在了40帧不动了。当我又想吐槽一波的时候，华为又好像开放了温控限制，又来了一波近乎满帧的操作啊，这个是挺奇怪的啊。一般处理器在测试的过程中出现降频以后，很少有再能支棱起来的。 Mate 40 Pro 最后以53.62帧的平均帧率小胜高通865 Plus。 其实这个测试啊，我真的是为了满足数码圈的观众才做的。我这段时间的使用，无论是日常应用还是手游， Mate 40 Pro 的表现都没有让我失望，我相信大家也不需要担心。续航方面，我日常使用最多的其实就是微博、 B 站和微信这三个应用轮番使用啊，1天7个多小时的亮屏时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这个成绩其实和之前的 P40 Pro 差不太多， Mate 40 Pro 的有线充电从15%开始，充半个小时正好充80%，放在今天确实打不过那些变态快的一波啊。综合下来 Mate 40 Pro 的续航水准中重度使用一天压力是不大的。其实 Mate 40 Pro 整体使用下来，你会发现这款机器无论是从参数上来看，还是从上手以后的感受，都没有啥让我一票否决的地方。在上手视频里，我对 Mate 40 Pro 的第一印象是大而全，在经过了这一周的深度体验，我基本可以保持原有的观点。 Mate 40 Pro 确实是一款均衡的华为旗舰，均衡这是我认为华为旗舰机里最难得的东西。因为华为这几年的旗舰机，没有人能说它没有亮点，也没有人能说它没有长处。回顾这几年的 P 系列也好， Mate 系列也好，每一代都有特色功能，每一代都有辨识度，唯独均衡二字比较难以用来形容华为的旗舰。而 Mate 40 Pro 我认为它做到了。
所以这款产品对于普通消费者一定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。华为 Mate 系列上的优点 Mate 40 Pro 都有继承和提升。除此之外，对于相对苛刻的数码爱好者来说，我认为 Mate 40 Pro 也能够达到大家的要求。传声器有了， X 轴线性马达有了，麒麟9000的性能表现也不错，在上一代被吐槽最多的地方，华为都用产品给予了回应，这是史上最强大的华为 Mate。 也希望我们还能顺利的看到下一代更好的 Mate。 视频的最后，还是有很多话想和大家说。华为一直是一家争议非常大的公司，这一年多以来更是如此。一方面是华为本身的业务越做越大，份额越来越高，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，而另一方面，美国的几轮制裁也把这家属于中国的商业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我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网友因为华为吵起来，有人甚至觉得制裁帮助了华为收割更多国内用户，也有人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就应该支持华为。今天借着 Mate 40系列在国内发布，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。如果你问我支不支持华为的话，毫无疑问，我愿意直接不避讳地说，我支持华为，我当然支持华为。新中国在炮火中艰难成长，也是短短这几十年才逐渐强大。而像华为这种在多领域都有所建树的科技公司，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可能也不过十几年。中国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，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本土公司受到了外国的不合理对待，如果这都没有人支持华为，那各位不觉得这才是不正常吗？这种情况不更让人担心吗？但我还想说，支持华为不是绑架华为，不是去肆意攻击不使用华为产品的用户。我相信这个时期华为更需要的是理性的消费者，支持华为是用真金白银去选购华为的产品，而不是故意引战。其实大国博弈中伤到本国的商业公司这种事儿，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了。这件事我甚至觉得它本身没有那么无耻，美国制裁华为无耻的地方绝对不是制裁本身，而是一个在近现代飞速发展，吃了好几波时代红利，并且是率先倡导全球化、倡导自由贸易、倡导自由法治的国家，当他发现其他国家正在逐渐追赶甚至有超越威胁时，他瞬间就能放弃之前所宣扬的一切公平、自由、法治，为了利益抛弃一切颜面，这才是他最无耻的地方。作为关注科技领域的爱好者，或者说是很多从小到大看了无数好莱坞电影的观众们，谁不曾对美国有着些许向往，甚至是崇敬？我们当然不能一味地否定它，但如今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它。就像在电影《横空出世》里李雪健扮演的冯石将军说的那样，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，可它不应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，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， 去你妈的。作为一个关注科技领域的爱好者，我希望华为能够撑过这几轮制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明年这个时候，希望我们还能看到全新设计、搭载更先进麒麟芯片的 Mate 旗舰。产品上我们都有不同的喜好，但当华为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想说一句，华为加油。我是 TrueK， 祝各位好运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